起，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上学期，什么都爱，什么都玩，什么东西都有趣，悠悠上学期，一起玩游戏，大家一起，大家一起 go。我又想想，奇怪了，今天到底是学校的什么日子啊？会不会是爸爸跟妈妈可以来参观的家庭日啊？才不是嘞，我觉得是点心饼干可以自由吃到饱的点心日。好像都不对耶。用力想一想，小朋友。我们呢，悠悠学校呢有很多重要的日子哦。对啊，像是运动日、旅游日都很好玩呢。你们愿意陪我们参加吗？愿意！太棒了，小朋友都愿意耶。这些活动我们大家都要一起参加，一起参加。滴滴滴滴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原来是学校的打扫日哦。哎呀。打扫虽然很辛苦，但是我们有干净漂亮的校园才可以开心学习呀，嘿嘿，我们就一起来打扫吧 ，Go！ 来来来来来，一起来来来来来，一起来来来来来挑战，看看看，张开眼睛找一找，想想想，问题统统拿。打扫日正式开始！哇，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打扫工作，所以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也要跟我们做动作完成任务哦。今天有三位清洁小帮手来帮我们一起打扫，那我们在打扫之前帮自己喊加油口号，一起加油打气一下，大家一起说：悠悠好宝宝，拿到徽章我最棒，清洁溜溜。首先呢，我们要一起嘀咕嘀咕来擦玻璃哦，所以要跟着我一起做哦。上面嘀咕嘀咕，上面嘀咕嘀咕，旁边嘀咕嘀咕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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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画圈圈呐，嘀咕嘀咕，画圈圈嘀咕嘀咕。大家都把玻璃擦得好干净哦。哦哦，看看地板，好像有一点脏脏的，赶快拿你们的扫把、拖把一起洗刷刷、洗刷刷，换你们。洗刷刷，洗刷刷，洗刷刷，洗刷刷。除了地板之外呢，还有厕所，还有走廊也好脏好脏，需要你们来帮忙喽。没错，所以这次洗刷刷要加快速度。洗刷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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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一点，快一点，洗刷刷，刷刷，洗到处都有洗刷刷刷刷。哇，你们都很会刷哎！所有的地板上面都是泡沫，我们需要三桶水。没问题，这边就有很可爱的三桶水哦。好，那就你当第一桶水好不好？好啊，第一桶水就位。好，好啊，等一下我们要一起说哗啦哦，一起数，一二三，哗啦！哇，这里清洁溜溜嘞。准备！哎呀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开心？准备了，好，一起数，一二三，哗啦哗啦！哇，这里变好干净哎！好，那你是最后一桶水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开心！好，最后一桶水，准备准备，这边也要擦一擦。很好，一二三，一起说，哗啦！哇，全部都变得好干净呢，好棒啊！现在呢，我们打扫完成，到处都清洁溜溜喽！一起说亮晶晶，亮晶晶，耶！学校打扫日成功，干干净净真舒服，晶！打扫完精神也变得好好哦。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也要记得常常帮爸爸妈妈打扫哦。那我们也要来问问熊比，我们有没有打扫得很干净、很认真呢？耶！
天我们打扫完，现在要来动一动了。赶快站起来集合喽！耶，一起来！好，小朋友们一起踏步走走。好，眼睛里面看到前面，笑嘻嘻哦。等一下要一起大声唱歌哦，一起唱。上学变成快乐大时光，充满欢笑，学学又玩玩，哥哥姐姐我们都是好同伴。啦啦啦啦啦，一起来歌唱，点点滴滴我们一起来分享。啦啦啦啦啦啦，上学一起棒。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们，今天是我们悠悠学校的打扫日，我们一起来擦玻璃，叽咕叽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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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下来要洗刷刷喽，预备备，起！洗刷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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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刷快一点！洗刷刷，洗刷刷，洗刷刷，洗刷刷。很好，现在呢，一起来唱歌跳舞喽！点点滴滴，我们一起来分享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大家一起玩。悠悠上学去，下课啦！耶，洗刷刷，洗刷刷，洗刷刷，脏脏的，洗刷刷，快快快，洗刷刷，洗刷刷，洗洗刷刷，洗刷刷。我有长长的梯子跟水枪，我是救难小英雄。大家听到这个声音，都要让我过。你听听。灭火就是我的工作，聪明的小朋友猜对了吗？我就是消防车。哇，好可爱呀，馒头，它是你的宠物啊？对呀，它叫旺旺，是我和妈妈去魔法世界流浪动物之家领养的哦。旺旺，对，以认养代替购买，真棒。嗯，我还跟妈妈约定了，每天都要自己喂它吃饭、喝水，还有带它出来散步。旺旺，哇，馒头，你好有责任感哦。嘿，你看，旺旺来外面散步，很开心的样子哎。对呀、啊，我是一个好主人哦。嗯，哎，那我来考考你，如果旺旺便便了怎么办？嗯，要随手清理，丢到垃圾桶里。嗯，那旺旺身体脏了怎么办？我会帮他洗澡、梳毛，让他干干净净、舒舒服服的。那如果旺旺生病了、老了怎么办？我会带他去看医生，好好照顾他一辈子。好棒哦，馒头真的是一个很会照顾宠物的好主人耶。那当然喽。哎，还有还有，如果旺旺不听话，把主人的食物咬走了怎么办？哦，没关系呀、啊，我还是会很爱他。哦哦，我的三明治，哎，我的三明治啊！小朋友，照顾宠物要有始有终，不离不弃才是爱他的表现哦。有始有终，开始 ，start， 开始 ，start， 开始 ，start。馒头，旺旺。
们又来散步了。对呀，旺旺最喜欢出来玩咯。小二，你要不要陪旺旺玩丢球啊？好啊，可是不能玩太久哦。等一下要播出魔法学园的完结篇，我要回家准时收看。哦，魔法学园的完结篇，对耶，精彩完结篇一定要看哦，看电视也要有始有终。旺旺，那我们不要玩球，回家吧。我们要看电视嘛，看完我们再出来玩丢球哦。好啦，他不想回家。有始有终，有开始有结尾，比喻做事贯彻到底。我是蜜蜂姐姐，小朋友，你们有梦想吗？听说只要大声地说出魔法咒语，梦想就有可能会实现哦。快点跟着我们一起来跳这首《梦想专卖店》。不好就不能够当老板了。
哥 ，Go！ 老板娘，请问你们为什么穿得这么漂亮？因为我们要打扮。哦，为什么要打扮呢？因为这样子才可以很漂亮。哦，客人才会来是不是？嗯。那客人来经过的时候，你们要怎么跟客人说？嗨，还有嘞，还有嘞，还有嘞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我叫林冠霖。你好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李子。李子。那你今年几岁？今年五岁。请问你今天要表演的是？太高兴。当什么？当老板。哦。老板娘，请问你的店卖什么东西？我的店有卖。卖这些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饼干。那有香草冰淇淋跟草莓冰淇淋。香草哎，我最喜欢吃冰淇淋了。那我要吃草莓冰淇淋，谢谢。香草，香草。有汤匙吗？这只有甜的，有甜的。OK。请问多少钱呐？一个零块，一个零块，不用钱。今天特别不用钱，老板，你今天是不是心情特别好啊？一直笑。你捡了这个黄色？那我帮我戴一下。好。这样吗？我有问题，老板娘，这样有戴好吗？老板娘，你这是这样戴的吗？这样有戴好吗？哎，隔壁三个说不好看哦。你觉得好看吗？你帮他戴好吧，是吗？你帮他戴。我现在要变工读生了吗？他叫我帮你戴，是遵命。不要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这个耳环都在耳骨上。对，都是耳骨上。为什么两个互看，我觉得有点好笑。请问你觉得我这样够漂亮，还是还要再多一点什么东西吗？还要再多一点东西。多一点啊。那你再帮我加多一点的什么？这个。好，这个要做什么？梳头发呀。哈哈哈哈哈哈。我加耶，目前哦。是目前我加的。老板娘，那你帮我算一算，这样总共多少钱？2块钱。两块，全部2块钱。这个多少钱？2块钱。这个多少钱？2块钱。这个多少钱？2块钱。全部多少钱？2块钱。老板，你这样有赚钱吗？来来，那我给你钱哦。老板娘，那我们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啊，你没有说什么。拜拜。拜拜，小哥。再见，再见。你没有说谢谢光临。谢谢。好，那我们来问一下 Siri， 你今天是不是有话想要透过镜头对谁说？爸爸。想要跟爸爸说什么？我要跟爸爸。我要跟爸爸说。母亲节快乐！你要跟爸爸说母亲节快乐。母亲节快乐。好，那你要跟爸爸说 hello。爸爸 hello， 宝吉祥快乐。宝贝大明星，成功了！想见他，想。
前冲，向前冲，跟着拼命向前冲，向前冲，变成活力小英雄。哦咦喂，哦咦喂，给你活力营养多 ，Happy 发电，让你想做就行动。嘿，大家。啊！啾！蜜蜂姐姐，你怎么啊啾啊啾啊？因为我鼻子过敏，就会很常啊啾啊啾哦。哦，那我们应该来告诉爸爸妈妈和小朋友，如果你的鼻子会啊啾啊啾过敏的话，应该怎么做呢？嗯，我知道。首先呢，早上出门的时候记得戴口罩，不要让你的鼻子去吹到冷风哦。还有，如果你家里有很多绒毛玩具，记得用塑胶套把它包起来，床单、棉被也要定时清洗。咦，还有，天气好的时候可以把棉被拿到阳台去晒太阳，这样就不会有细菌了。嗯，我们希望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都有健康的身体，不会哈啾。好诶，那又点点名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番茄姐姐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下订阅键。你还想看到更多精彩的节目吗？那记得看这里。